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来玩是时代，咱今把倒转来了。伊原甲吴冠老师哦，共同过来探讨咱拄只迄个话题，就是讲这个台语，或者台湾的新势，母亲的语言，伊是安怎叫做五十年的血泪史啦，哈。嘿，咱今把过来继续。就是讲1948年哈，四千年里边是几多年？哦，48年年尾一个。颁布一个叫做台湾省政府省公报，好、哦，省公报春57期，这个57期哦，规定讲哦，出题是电视啦吼、哦，还是册店咧卖册啦吼、哦，那有日本的红棉围堵啊。嗯，毒素啊，以毒啊，红棉以毒啦，威毒啦，威严啦哈。日本红棉的那个毒素的册啦哈，嘿，拢用拢爱禁掉，爱禁掉出的。这我知。啊，这个代志在是不是呢？嗯，我看了这个代志，我在想了哈。嗯，今年我刚才是初三啊，什么啦哈？嗯，啊，咧读这个物理课。嗯。啊，阮一个物理老师，就是你也捌伊啦，嗯、就是这个做台湾上青，台湾上青诶，第二局啊，哦，郑和玉哈、啊，郑和玉老师啦，对，嗯，哦，嗯，啊，我即摆回头诶啦吼，嗯，顶日了有一个这个气象报告哈、嗯，一人哈，有一个某一台气象报告诶一个人啦吼。嗯哦，那只要中国讲，大放厥词哈，讲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，干咱要学台湾人读医生那点，所以台湾人对科学了，对这个有诶无诶拢未晓。嗯，所以想会晓，所以台湾的报气象诶，拢无拢未晓。嗯，啊，就是因嫁了后吼，安怎培养在迄条点吼？我怎么挡袂掉啊？因恁恁两三个老未死的，拢挡伫个遐咧，电脑咧破气象，我兼骂学生囝仔的，啊，伊占掉的唔落来，啊，干阿几代人咧报尔。无啦，啊，咱迄个迄个。咱也侪未晓，因为含水道水都毋捌看过，卖讲电话甲电话。这个天文科学哦。嘿。唔是用头壳想诶，就会晓；，阿咪读册就会晓。但是你要有义气啦，对，你若无迄个义气，你就无法度。所以咱知影讲，台湾诶过去即气象，拢透过军队、透过美军，嗯，吼，透过美军诶气象台，透过即个日本诶迄落来，来报诶就对啦。嗯，哦，你唔是讲我，你得来迄落啊？咱只咧讲诶是讲。阮这个第二个老师吼，嗯，伊是东京帝大物理系，哦，毕业的，嗯，东京帝大物理系毕业的，大概是讲有法读东京帝大有法到四年毕业吼，嗯，还是，嘿，年轻有诶，阿爸嘛是一志望诶，我通拢读几十年还未毕业诶人啊，嗯、毕业倒来，即阵好做物理老师啦，嘿，啊，因为伊都不要讲北京音，嘿，所以未使去教啦。袂使教哦，阮校即个物理课点哦，顶管讲顶管啦，顶管不是三人啦吼，派一个老师来教阮的物理啦，哎，老师我即马爱看到爱看到迄人咧，我即马爱看迄人，哦，前天来有我考，啊，这20多岁啊，啊，当然是外省人啦吼，啊，来点头一日来啊，食糖啊，夹咪嘴啊，包了这个。派我来要教恁物理，这个物理我什么都不懂，哈、哦！我本来啊，我想教跟你们大家来拍拍球都好，我拍拍球都好啦。哎，我袂晓啦。哎，啊，但系啊咧，无滴，去阵是教听，教听变来阮校讲，就今年的物理教学观摩会，哎，要到阮校去听啦。因为第二个是有名的嘛，哦，啊，我做啊，第二个未使教嘞，未使教，就是这个人来教，这个人我就爱记伊个名，叫刘健，建设公司的健，刘健，不是贝哥哥的健，哎呀，我想不想用，我今下就要去啊，你叫你来教，无你你甘蔗金甘蔗糖，你要拍拍手就好，阿姨都未晓啊，
啊，就是伊说未晓，嗯，啊，未晓当阿边怎，啊，我头就一个全语办法啦吼，嗯，来去请这个叫做郑娥玉，郑娥玉吼，第二个先生来教这个老师啦，嘿，教刘静，一直个补习，一直个补习，共一个一个补习，啊，补会会晓这啊，这一下就教阮安尼对啦，嗯，可，啊，就安尼表演啦，嗯，啊，迄日这个观摩会哦，台湾省各地的物理老师都来啊。这个刘健都教安尼教育学，安尼照本宣科啊，对，一直教一直教，啊，教都差不多十五分钟，老师走了了，嗯，老师走了了，嗯，老师走去办公厅，嗯，去找校长，嗯，我阮都要来看电影剧，怎么会接过来？嗯，什么啊？你讲哪？阮都要来看电影剧的教学啊。怎么是这个小孩子？这个小屁孩？那变质的人，对吧？所以，嗯。不爱入去，不爱入去，不爱入去，迄个教室内底。哇，那系啊，这代志变，就变我出丑了吼。嗯。啊，校长哦，首先咧，赶紧叫电话，电影院，好加在电影院都一处，我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嗯。进来，啊，就宣告讲，哎，现在开始由郑娥玉老师决定教一课，大家看安尼啦。嗯。有这代志啊。啊，郑娥玉老师伊嘛，足好配合的，唔会教，有需要你。唔要唔会教，迄都唔是校长，唔会教，迄是顶管的。嗯，对，顶管的。对啦，对。啊，所以讲这个郑娥，我个想来呢。所以讲，咱台湾人实在有够。啊，你蛮想来讲，这是正能量，这正能量影响出来吼。嗯。哦，变讲叔叔也无去，迄个无去啦。对对对，嘿。所以咱台湾人迄阵啊，北京话叫断层啦。咱就安尼讲，一言一嘴人的迄个人才，就安尼去互伊毁灭掉的。对。嗯，啊，过来吼，过数落去了吼，嗯，到1949年吼，就进入1949年啊。1949年，咱即马咧讲的，即个1948年以前吼，嗯，这蒋介石还是南京咧，嗯，伊也未来台湾，国民政府还是南京咧，哦，啊咧，1949年就是民国48年嘛，哈，48年，啊，1949年蒋介石。是开始是南京海呀，嗯，哦，因为一个共产党嘛，就分进往道经落来啊，海呀，道经是伊家那个共产党会谈和，谈和的时候，这个条件真的是海呀落来，对啊对啊，因为伊太烂了，未使阁继续去做迄嘛，做什么领导人嘛，未使阁会做头目啊嘛，唔是安尼，唔是安尼。迄当时中国无遐尼像你想的遐尼开明，遐尼遐尼迄落啦。哈，拳头母真人袂赢啦。唔是啦，迄是霸王爹，真个是我，一坐起啊，啊，我就坐在椅啊，我这椅啊嘛坐了，坐到迄个椅啊嘛是真个少啊。啊，啊无那迄阵啊，那过来台湾的年轻的总统叫迄个什么外国啊？咱过来总统啊。每只即卖就是讲，讲都是问题，就是遮嘛。问题咧，当开始甲共产内战的时阵，要甲共产谈判的时阵，共产就是吼，就，共产就是发一个命令，讲要和解，就是要也应该先说明令就对啦。啊，不过伊表示诚意，讲阿无我卖去就好，吼，我退位就对啦，啊，要甲。乖乖啊，落来，给李宗仁做总统。啊，李宗仁。系啊。哦，但是后来无成嘛，是伊。啊，李宗仁根本也无来台湾做总统啊。唔是来，伊也未来台湾咧。嗯。也未来台湾，啊，结果伊落尾就是李宗仁走去美国啊。嗯，对啊。李宗仁走美国。去度命嘛。啊，真个是。就搁捡起来，嘿，我搁做啊，哈，搁复形逝世，对啊，我讲话讲复形逝世，对啊，一个复形逝世啊，吼，啊，复形逝世，今嘛是迄阵啊，阿不来台湾了吼，复形逝世是印尼的对了吼，印尼是以中国去台湾省政府的对啊，嗯，魏道明在台湾省政府啊，嘿，哦，迄阵啊已经唔是魏道明的款咯，去跟了无得个担心咯。嗯，为了担心嘛，这个是在那边派。魏德明第一只足短的时间，派担心给啊，派担心给，你可能担心啊。哦，就迄年吼，用省政府公布，第42个公布，公布开始是台湾广播电台，
开教北京语的这个课程，嘿，变讲今嘛吼到这来吼，咱看看这足简单一个，但是你话电台开这课程啊，意思就是伊甲迄个推行国语变成是伊学校啊，嗯，今嘛开始进社会面啊嘛，进入社会吼，这工作进入社会啊，哦，啊，今嘛安尼个落来甲讲。去年就是整个时就走来台湾啦吼，就走来台湾，退来台湾啦，退来台湾，即摆就过当年就已经五方年啊，已经五方年，好、哦、开始哦，一九五方年开始，整个时就台湾了后开始台湾进入白色恐怖，白色恐怖黑暗时期啊，就是所以讲概念，白色恐怖黑暗时期。就是台人太煞了后，要清乡活动啊！不是清乡活动，礼拜天该准哪咯？一这是整个说来台湾了后，为了要巩固伊个巩固伊个领导中心呐、啊，伊个迄条点吼，所以甲台湾概念起来，所以宣布概念化，一切的迄、那个一讲的都是对，未使结社，未使迄啰诶报纸，未使自由，未使出版，未使啥安怎呢？哦而且今年点吼，是今年台湾省政府吼，佮公布一个加强推行，国语运动，佮再加强，对，伊啊个看来点吼，差不多当年吼，伊都有加强个就对啦，意思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做 escalator 哈，就是咱咧坐迄个电梯啦哈，一步一步，一直来对。你伫这讲加强，阮妈妈因较早因讲吼，因早那是日本时代嘛，因都爱互人叫去上迄上基础，都爱去上迄落一百工的迄个老百姓啦、村妇啦吼，爱去上迄落一百工的迄款的迄落识字班啦、啊、吼，教迄落基础的迄啊，结果呢？国民党一个来了后呢，啊去啊，啊课本啥拢换过啊，啊就讲迄个啥物纸一纸窗户纸一纸，转来安尼讲笑话，安尼讲甲呢，大家笑甲鸡家叫，人拢唔知伊在讲啥呢。哦，迄阵啊，你看有够可怜。啊，佫刷落去吼，啊，再刷落去，佫过当迄个年吼。迄这个时间就是差不多，差不多汉奸。你要结束的时代了哈，一九五一年，即嘛讲一九五一年了哈，一九五一年，当然是蒋介石已经来台湾了哈，一九五一年，这个省政府阁报一个省公报第二十九期，啊个第十四期哈，二十九期，这二十九期哈，统领国民党了哈，那是举行什么款的集会啦，还是创啥？一直在讲国语，北京语啦，一定的爱讲北京语哦。咱直接咧讲啊，国语就是北京语啦，哦。未使讲方言啦，你读册音，读册音啊嘛，绝对禁止讲方言啦。未使禁止讲着母语就对啦，未使讲客人，未使讲客语啦，俄罗人未使讲俄罗语，原住民未使讲原住民语啦。啊，即摆学校就是安尼嘛，就到我这个年代来就安尼啊嘛。啊，即摆过来伫一九五二年，一九五二年，省政府阁发一个第二十九期的省公报，省公报第二十九期，一九五二年发第二十九期是吼，统领所有这个咱台湾的这大学生啦，吼。即嘛是针对大学生咯，唔是讲中学，国民校已经抓啦，抓住啦，吼，你拢爱迄个。即嘛开始对大学，吼，规定大学生，吼，加中学生，吼，未使讲日本话，未使讲日本话，伊先国用根本。小学开始，再个中学、大学。唔是根本哦，咱会知影啦，吼。这个我就西方啊，西方一招了，一招了吼。就是讲在迄当时，就是阮啦，就阮的年代了吼。根本讲咧讲日本话的人吼，是无济不多，唔免一禁，
已经讲日本人话人无济，那社会较济人哦，嗯、是无得靠了吼。啊，那加阮迄阵大学生啦、中学生的时候，讲日本话人哦，是已经不多了。嗯，哦，已经不多了。啊，拢讲北京语啊？无啦，讲台湾话。不多了吼、啊，不多了，伊为什么就甲你讲日本话？对对对，西方，你讲啊，西方一招嘛，一招啦吼。伊、就是不爱和你讲台湾话啦。不是啊，伊就加甲你讲，要甲你讲日本话，然后再佫进一步甲你讲台湾话，你听无？嘿啦，渐进式的啦，对吧？渐进式的啦。其实咱是认为是安尼啦。因为这款代志吼，咱看济啦。那叫包藏祸心啦。伊、最主要是要禁你的母语，伊搭来讲哦，禁你袂使讲日本话啊。对啦，为什么？其实迄阵啊，少年人已经无在讲日本话啊嘛，日本人已经战败走去啊嘛，已经无存在的迄落啊嘛。对啊。啊，所以讲伊就讲要禁日本，其实就是要禁你的代志，你的母语。啊，所以今年当然有哦，吼、咱即摆个数落去来讲吼，1953年，吼、1953年，1953年先公布第16期先公布，吼、先公布查禁方言歌曲，对，查禁方言歌曲，具体哦。五条线，多一条未使唱，多一条未使唱哦。望春风啦，迄阵啊禁上严重诶，望春风啦。拢总对唔吼？92条。92条，江蕙吼。江蕙啊。对。伊若出自己迄个时代，伊就未使唱啦。伊原来无歌好唱啦。无歌好唱。那迄阵啊，迄个时代原来无江蕙啦。对啊，无歌好唱吼。五条禁禁。方言歌，所以方言歌当然是台语歌啦，金台语歌啦，吼。啊，迄阵啊，就是这台语歌拢有一条做随行书局咧出版，瑞成啦，瑞成书籍咧出版，啊，这瑞成书籍出版的这歌吼，拢好禁掉。吓对，因为迄阵啊，我讲哦，迄歌谱本来拢大大本，滚当嘛。对啊，92条。啊，尾啊的时阵煞变讲。薄薄啊呢，啊，迄阵啊，迄个黑胶唱片啊，哦，足济哦，拢规摊等咧路边，人讲啊，迄刻盘，啊，迄阵刻盘，刻盘那会只无彩，迄新鲜啊，啊，就袂当唱啊。这是。就是你家刻登去唱，你看卖，你就。1953年，1953年的。嘿，我听讲打过。哎，这么禁止吼。1953年，即么禁止这个台语歌了后，对唔？今次第一个咧，佮颁定一个叫做台湾省各机关啦吼，这个办事员啦，啊员工啦吼，这个嘛拢爱讲北京语对吧？对，哎呀，讲个机关吃头路，对，清一色拢爱讲北京语，袂使讲迄个，啊，即嘛吼，安尼一步一步，即嘛问题是。拢爱讲迄落北京语，啊，阮所以讲以前啊，足侪人好命好甲迄落足阿萨布鲁的，就是讲伊袂晓听咱的话，啊，伊用伊迄个外省的坐遐，迄个在甲咱好命，结果拢甲咱凊彩好。阮厝边的所在，就姓刘的办事员去乡公所的，伊就甲伊在迄个乡去乡公所办事的人员姓，啊，姓陈的，所以讲有一个老母五个生五个囝，五个生安尼。哦，这就是国民党的迄个杰作，一定爱讲北京语。啊，所以透过这个语言政策的吼，自这个1954年吼，就清楚颁一个办法吼，规定讲吼，用这个叫做文化活动，即马个语言个文化拢扯落去啊。对，哦，拢扯落去啊，用这个叫做文化运动，要甲台湾的文艺，基本上包括台湾的文艺都要甲消灭掉，消灭掉，改吞掉啊！即马个文艺个一个起来了后，就是新的，就是中国砸过来，迄套就是文艺啊！啊，你台湾迄就是粗俗的，啊，伊这打击台湾的文艺，第一阶段哦，就是查禁，德林书局出版的台湾歌，即马头前咧讲迄台语，或者叫做方言歌，还是讲咱咧讲个流行歌啦，
台湾的歌，啊，这嘛是歌。歌，就是讲要念歌，干啦。念歌，嘿嘿，念念什么？诶，较早有迄啰什么调，什么调啦，杜马调啦，吼，什么调安尼啦。那歌，歌歌是迄啰，迄啰，咱种讲歌就歌，特特咧做什么红红水灯去学一块啦。哎，对啊，什么过红毯啦，什么啊，阮家人就迄个什么杜囝歌，带囝歌啦，叫囡仔歌，什么迄啰歌，我知影。炸听起来，吼，这是吼，咱怎么讲伊个发源啦？宋先生，你讲个复原啦，复原就是省政府颁布的，今年吼1954年第十二期，系用第十二期的公文啦，一张公文就是讲你在查去嘛，对啊，啊，迄就是讲宋先生咧讲的，哎，伊个复原就是用迄张就对，迄套啦，哦，啊，即马过来是1955年，吼，到1955年。嗯，一听讲讲你这么好，伊真厉害。嗯，伊这么是讲，阿都给你压了压了，压了到家都有快啊，有快成果啊哦。这么开始预备出来。嗯，开始预备出来。嗯，哦，国民党开始推行战斗文革，战斗文革，战斗文革，反共文革，战斗文革文化，嗯，开始推行这些。这个，你准备做什么？迄落月刊拢嘛，大量拢用的什么清晰啦，吼，中华文化啦，吼，我咧找一张中华文化啦，什么外国拢印的，迄落刊物拢种乌坎坎团出来，迄落你街啊，迄落册店、书报摊啥，你完全无台湾本土的任何一挂物件拢无啊。反共文化，嘿，拢反共的伊造出来，吼，反共文化就是讲迄阵啊，吼。这个宣传文化啦，包括哦，包括就后来这个刘家昌伊咧做诶迄类诶节目啦，对啦对啦，哦，迄阵就伊个文工会，是文工会训练出来，啊，然后拢迄个用迄个拢唱北京语歌嘛，迄阵尾仔诶时，讲到尾仔时阵，讲每一个迄个诶综艺节目煞是啥会当唱一条一条啊，讲迄年吼。港一年就是1955年啦，吼，嗯，1955年港一年，省政府颁布一个省公报，手第30期，嗯，禁止教会，嗯，用罗马字写圣经，对，用罗马字，迄落牧师讲过，用罗马字。哦，安尼用罗马尼传教，对，用罗马尼传教，用大义传教，罗马尼就是大义的嘛，用罗马尼传教。即马也禁的手就传教，传教就教会的宗教去啊，嘿。哦，啊，咱今日讲到这，嘿，啊，等下咱继续，你搁讲无？好，你去。哦，这个精彩我都有兴趣哩。咱今日讲三摆啊。哦，无啊，才讲着两摆尔，两摆煞咧，讲个三摆。好啦，好啦，佫讲一下啦，较辛苦咧，遐尼远啊，落遐大雨落来啊，哦，啊，咱着继续佫甲伊讲一下，啊，无这无够开哩。